大家好，是卢白，现在大概清晨6:10左右。最近呢，那个小孩子呢生病了，所以要在家里顾他，比较没有时间出来钓鱼，有时间还是会偷跑啦，主要比较少，而规划的行程都被打散掉了，所以呢，能就近的小钓啦。钓鱼随性就好了。OK。这个厂之前被挖过，所以它的流向也改变。现在水比较小，所以流向应该稍微有变化。试试看。小心路对了，我一定要破坏。
错。注意来了，因为调一下耳量耳边嘛，漂亮。
形不错，很漂亮。光公都哪门子的？阿福记一箩筐，这位是阿福记，阿福的呢？嘴巴刺痛，哎呦！不是，先把我们还要高兴。贵了，好呀。错的话应该是老板是八道的，这是这种鱼，是鲤鱼，哈哈。哇，吃饵的方式不太对，肚子好大，肚子吃饵。挣扎了，要挣扎，马上上啊！有两颗重。两颗都重，一颗打到肚子。没呆还好，没什么力气。比较重而已。一钩打到腹肌，
那钩是打到什么块？待可以吧。
况还 OK 啦，不错。今天这个鲤鱼、鲫鱼啊，还有乌鱼都有钓获，算是小有收获。好了，有机会再来看看吧。那如果来这边钓，二只记得要带走吧。